上传最近流行的舞蹈的话，点击率应该会暴涨吧。我的妈呀，笑死我了。什么嘛，猪弟弟，就你这样的舞蹈实力还想当舞蹈博主呀？这可是最近最流行的舞蹈，我马上就会成为有名的舞蹈博主的，等着瞧吧。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？我也想当厉害的舞蹈博主，朱妮、托尼，帮帮我！朱妮、托尼，博主变身，曲皮曲皮曲皮庆，有魅力的博主，曲皮曲皮曲皮庆，朱妮托尼变身。猪弟弟频道的第一个视频，我就是博主，是吃播博主，专门拍摄吃美食的样子，吃一口嘎嘣，吸一下呼噜噜，看着我吃，大家都口水哗啦啦。我就是博主，是游戏博主，专门拍快乐玩耍的样子，戳一戳，啪啪，按一按，噗噗，看着我玩，大家都快乐欢呼。叮叮叮叮，点点点点点赞，一起分享，一起看一看。叮叮叮叮，点点点点点赞，我就是博主，博主。我还想开始一些新的挑战。我就是博主，是美妆博主，专门拍各种打扮的样子，沙啦啦咔嚓，亮闪闪咔嚓，看我打扮大家都鼓掌啪啪啪。我就是博主，是旅行博主，专门拍到处旅行的样子，吃吃喝喝哦耶，开心玩耍哦耶，快来跟我一起旅行走吧。叮叮叮叮，月点点点点赞，一起分享，一起看一看。叮叮叮叮，月点点点点赞，我就是博主，我就是博主，博主。小朋友们，今天朱妮托尼和猪弟弟一起录的视频感觉怎么样？今天能跟大家一起分享，我也超级开心。下次我们会分享更有趣的内容哦，大家下次再见。从今天起我也要当博主。啾比啾比啾比啾，订阅和点赞。